8月18日，长城炮新品牌正式发布，开启了中国皮卡乘用化全球化时代。长城炮将以用户为中心，通过超级产品、超级服务、超级体验以及长城炮联盟计划，打造全场景皮卡车生活。长城炮乘用皮卡正式开启预售，预售价为12.68万元到15.98万元。在消费升级、需求升级的驱动下，皮卡迎来了春天。本次发布的长城炮品牌是中国首个全球化皮卡品牌，将开启全球新一代皮卡的序章，重塑全球皮卡势力版图，剑指世界前三。本次发布会，长城炮联合户外各圈层俱乐部、改装品牌、运动品牌、公益组织等成立长城炮联盟，以用户为中心构建开放共享的皮卡生活社区，打造皮卡文化最强生态圈。长城炮全新标识由字母 P 演化而成，它代表着 Power 力量与实力， PK 挑战与创新， Perfect 完美与极致生活三重含义，象征长城炮追求的精神内涵。长城炮具备了轿车的舒适性、 SUV 的越野性、旅行车的休旅性以及轻型货车的装载性，多用途的特质让长城炮可以一车与四车使用。每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应该拥有一辆长城炮。发布会现场，长城炮开启了乘用皮卡的预售，用户于2019年8月18日到2019年9月30日，通过长城皮卡官网、京东、天猫、长城汽车旗舰店支付999元定金的用户，均可享受5重优惠礼包。长城炮的诞生意味着长城皮卡正在全面加速全球化进程，开启皮卡乘用化时代，引领中国特色的皮卡文化，冲击世界前三皮卡品牌。全场景皮卡车生活圈，必将给用户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超级体验。